好了，那到了年末呢，也是各大颁奖典礼啊都在热烈的进行之中。那上个礼拜啊，妈妈也是举行了，而且得到了非常多的反响。那今天呢，也有非常多的歌手即将要回归啦，跟天一起来看看吧。那出道了15年的 Rain 啊，终于在时隔3年之后呢，带着自己的新专辑回归啦。那在3日呢，他通过了 KBS 的 Rain Back， 显示了自己对这次回归强烈的自信心。那大家都知道啊，Rain和演员金泰熙结婚之后呢，也是生下了可爱的女儿，过着幸福的婚后生活。那这一次摆脱了爸爸丈夫的身份，歌手Rain回归的Rain呢，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新歌呢？希望大家都要多多期待哦。那人气组合 Day 6呢，也是在最近发布了他们的自己的第二张正规专辑 Moonrise。那这次的新专辑主打歌叫《我喜欢》，而且专辑之中啊收录了18首歌曲，那其中呢也有成员们自己的自作曲，可以说是非常的厉害。那希望啊喜欢我们 Day 6组合的人呢，都可以多多支持他们的新专辑，多多听他们的新歌哦。好啦，那这个礼拜的节目就到这里，要跟大家说再见啦。那韩国呢，现在12月可以说圣诞气氛是越来越浓厚了。那希望有机会来韩国旅游的大家呢，都可以一同感受圣诞氛围哦。那这里是天阿夏 TV， 我是听，我们下周再见喽，拜拜。